今天呢，要带大家去吃内湖最火的鸡吉君拉面，号称鸡白汤第一名啊！六点还没到，就已经有人在那边排队了。而位于这个西湖站，走路要6分钟的路程啊，好险排队不用太久。记得准备500块以下的钞票哦。这次我们点了蛋力跟浓厚，还有叉烧饭。哇，炙烧的香味真是很逼人呢。上头的梅奶汁啊，经过梅纳反应，让鸡肉跟火腿丁的味道更好了。哇，这个蛋力第一口喝起来像是低筋精版的香菇鸡汤啊，酥肥的鸡胸肉在嫩度上没什么好挑剔的。还有这个浓厚啊，碗里除了酥肥的鸡肉啊，多附2块烟熏风味的叉烧肉，香料菜也是多了一股洋葱丁跟莱姆片。哇，吃起来口感上面也是 Q 弹感哦。如果觉得很腻的话呢，可以尝尝这个莱姆片哦。那我们就先开动咯，いただきます。